passe, passe, passe. Oh, passe, oh, passe. Oh, passe, passe. Just do it.23位吧，大约练了有半个小时吧。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在村里，然后告诉他们说咱们一起拍视频吧，然后他们都特别开心，然后就自发的然后就过来了。老人自己一个人在家，孩子都在外地工作。我的初心就是还是想把这些老人然后让他们接触一下新鲜事物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就是说告诉老人，然后说咱们拍视频的话，你的孩子在外地都能看到，从手机里就能看到你。拍完了第一次以后，他们的孩子也确实从手机上看到了，然后也会给他们打电话说在手机上看到了，说特别好。然后现在就是说老人的话就是说都会主动然后要求，就是说哎，今天咱拍个视频吧。因为在农村的话，老人的生活都比较孤单，以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出来的，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其他的人看到了以后，就是说学习一下他们这种乐观的心态，就是说传递一下这个正能量吧。